其言今日起会一连两集介绍九龙西地方选区各张候选名单。这个选区包括油尖旺、深水埗和九龙城，一共有九张名单，争夺五个议席。九龙西近年发展迅速，除了新建楼盘林立，多个大型基建工程亦相继上马，包括西九龙文化区、启德邮轮码头以及广深高铁香港段。不过新的开发项目反而加剧了区内贫富差距。现在先和大家介绍一至四号名单。一号候选人黄以谦报称独立人士，他以个人名单参选。做议员要代表市民讲嘢做嘢，不可以只是保皇或者捣乱。做议员要有经验有利力，面对贫富悬殊、人口老化，有专业背景更加实实。做议员要只想为香港好，政府做得好就撑，做得差就要办。我真独立撑普选，有四届民选区议会经验，做过多个公职，请选人为才，投票揀黄以谦。二号名单依次序是黄碧云、张文光、李耀基、袁海文、庄妙常。政治联系民主党。九龙西贫富悬殊，我黄碧云、张文光团队决心改善房屋、医疗和教育，我们会继续争取真普选，反对洗脑教育，请支持理性健康的民主力量进入议会监察政府。多谢你。我恳请全港支持我的教师和市民都能够打电话给九龙西的亲友投我一票，等我都有机会进入立法会为你服务。争气，发挥民主正能量。三号名单依次序是谭国桥、廖成利、莫家贤、黄志勇、吴宝山。政治联系民协。我是民协的谭国桥。我是民协廖成利。我们一定会接好民协在九龙西的棒，延续民协二十几年来争民主、为民生的理想。请支持谭国桥、廖成利，让立法会增加健康理性的力量，实干民主派拼搏为民生。请支持民协谭国桥、廖成利团队。四号候选人黄日旭，政治联系独立民主派，他以个人名单参选。各位九龙西市民大家好，我是九龙西候选人四号黄日旭，我是这里土生土长而又有议会经验的独立民主派候选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争取双普选。作为一位父亲，我坚决反对洗脑的国民教育，也都希望和大家争取以人为本的民生政策。如果大家希望在议会有一把独立年轻的民主派声音，我已经预备好接棒，请支持我四号黄日旭。多谢。听日听其言会继续介绍九龙西地方选区五至九号名单。